香港国际鼓手节高级组军鼓队今年邀请了三位国际知名的导师教授，而三位都是来自美国，分别是 Malik Dude、 Jeff Queen 和 Brandon Olander。 来自美国华盛顿的 Malik Dude， 他是街头表演的表表者，在纽约、加利福尼亚、亚特兰大、波士顿、南非等地方都大受欢迎。上年他更加参加了全美一丁，获得评判团的一致好评。来自美国波士顿的鼓手 Jeff Queen， 他15岁的时候已经入选世界知名的 Canon Blue Coast Drumline， 开始了他的鼓队生涯。他1994和1995年连续两届获得国际个人冠军、乐队小军鼓冠军和打击乐学会个人小军鼓冠军，是他丰富演出、评委及教学经验的世界著名打击乐手。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土桑的鼓手 Brandon Olander， 他是世界著名的打击乐手，专门研究 drum set 和军鼓的基础训练。他16岁的时候被选入 Blue Devils 鼓队，成为当中最年轻的小军鼓鼓手。他17岁的时候更加成为最年轻的 DCI 小军鼓独奏冠军。香港国际鼓手节每年都会在亚太区鼓手比赛和鼓动节拍项目的参与者当中挑选表现出色的鼓手参加。鼓手节高级组军鼓鼓队培训计划深化课程，能够参与这个课程的鼓手，鼓手节将会安排世界各地军鼓导师为鼓队进行培训，学生会有更多机会被安排到不同的场合表演。这个培训将会在每年的9月1号开始接受报名，并于10月进行甄选，欢迎各校的老师和各界的人士推荐鼓手参与。而今年高级组军鼓队的训练场地、导师教授等经费将由香港艺术发展局学校与艺团伙伴计划资助。打头阵的是香港国际鼓手节高级组军鼓队表演，由我们总监邓乐贤博士和 Teacher Brandon Olander 将军鼓的特色节奏 Woodyman 再加上花式鼓棍动作重新编配到 Billie Eilish 的 Bad Guy 里面。鼓手节亦精心挑选了一个好窝的地方作为拍摄场地，而第二首乐曲 Eleven Pole 是由我们高级组军鼓导师 Malik Dube、 Jeff Queen 和 Brandon Olander 三位联合创作。乐曲里面包含了很多打鼓的口诀，这首乐曲将会在中场为大家表演。现在大家请先细心欣赏第一首乐曲 cover Bad Guy。
she sees, but maybe it's 'cause I'm wearing yours.